Hello，大家好，我是插画师 Kyo。我双十一下单的一个便携水彩盒终于到了，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做个开箱，看一下吧。刘生是我在购物平台用的联系方式的名字，但是大 PP 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是能看到我吗？还是怎样？好害羞啊！它是这个 Portable Painter 的。大号的便携旅行迷你口袋的分装盒，那我们先拆开看一下。它的一个小说明，一个小册子，小单页。OK，我们看一下主体。这边是一个小卡槽。把两边合在一起，然后这里有一个，这种算什么橡胶的，像那种手环的那样的材质的一个小圈子，卡在上面，然后上面是有印它的 logo 在。做工我觉得还蛮精细的，看这里，两边打开，是可以当洗笔筒，同时也可以当笔筒用。就可以把笔卡在上面，然后这边打开，再打开，两边是调色区域，我把这个纸夹进去。哦，他还送了一个折叠的小笔，很细的一个小尼龙笔，但是如果你出门画那种小写生，这个也是够用的，算了，不放它。打开，哎，好可爱，看到了吗？对焦对焦。它后面这边拆开是一个更小的小笔头，好可爱哦。然后这样卡过来就可以用大笔戳一戳，用小笔戳一戳。你像我之前常用的这种便携的水彩毛笔都是一个头的，那我选了一个，这是黑天鹅的4号，然后这个是黑天鹅的8号，就一般出门就够用了，这样子。然后呢，它这边还有小机关，是可以把水壶这样卡上去。这边是卡上去，这样你放在桌子上呢，这两边是小洗笔筒，可以放笔进去啊，或者是这样插进去。然后旁边不是一个像这种硅胶的还是什么的袋子，在这边是有弹力的，你平时的比如说勾线笔啊、铅笔或者是一些毛笔也可以把它卡在边上，可以几支笔卡在这边，因为它有松紧有弹力的，卡在边上也 OK。 这边呢就是一些小水彩格，那你可以挤管状的水彩进去，像我的话我是固体水彩比较多，就会把我那些固体的水彩放进去。这是刚刚放笔的那个槽调色区域，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什么调洗笔的小桶，这里还有凹槽，可以这样放笔，也是很方便的。在之前和大家分享的我手边的一些旅行迷你的一些水彩盒里面是有这个小东西出来，那它是和这个大的是一个品牌的 Portable Painter。 那这个是我新入的，这个是12色，这个小的呢是6色，是也是一个组合的小东西。哪里看哪里看，这里可以，然后这边是可以看，这是调色区域，然后洗笔或者是说你在这里面挤颜料也可以。中间我就放了6个平时如果出门画风景的几个小筷子，然后我看还有一些朋友是可以把它用夹子夹在水彩本边上的，也很小，看一下尺寸。
那这个六色的话，展开这边是19不到20厘米，这边是不到10厘米，那是一个很方便很迷你很 tiny 的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个就考验你调色的能力了。然后它这边下面还有手指可以卡的小机关在这边，它如果是合起来的话，那大概就是5厘米多一些乘以6厘米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很便携。我真的如果是出门画一些小风景，这个小盒子真的很推荐给大家。而这个12色的呢，它是打开以后是19不到20 19厘米多一点点，横过来是16厘米。那把它收起来呢，是14厘米多一点，14厘米乘以 7.5 厘米，放在包包里面是很便携很方便的一个小盒子。那我有看到一些朋友把它打开以后呢，把这里是卡在自己的大腿上的，我看一下这个空间是有多少了，13.5 厘米的空间。我试一下我腿很粗，试一下在我腿上能不能卡得到。 OK， 是可以卡得到的，因为我的体重就不说了，但是我的大腿真的很粗，所以如果我的大腿能卡上的话，80%的人的腿应该都可以卡得上。如果真的卡不上的话，那在地上劈个一字马把它卡在小腿也可以。那这个体积就会比这个大很多，但它可以放12色，基本上正常的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找一下水彩放进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万粉的时候要做福利抽奖的小木盒，但是最近粉丝量真的是也不知道被限流还是怎样，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把12色的水彩放进去了，今天要把它们抠出来放到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哦，对，这个小盒子和它这个格子里面，它下面应该都是有那种圆点胶，是有粘性的，你要先把它抠出来这个格子。我先慢慢抠，你等我一下。我终于把它们抠下来了。那它下面是有这种对焦，像圆点贴一样的东西在上面，粘得特别牢。而这个小格子上面也是，它原本呢也是有这种空的水彩盒在上面，是要先抠下来的。那大家买了以后一定要看手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能把它们抠下来。当然，如果你是要挤那种管状的水彩，直接挤进去就 OK， 它不会，这个是完全不会掉下来的，太紧了。现在要是要把这些颜料放进去。尴尬了，放不进去。先我扣一会儿它。啊，那么这个之前放进去就刚刚好，而这个就差一点意思，怎么办？哎呀，没关系，等我一定会找到合适你们的格子的。等我找到里面可以放的合适的固体水彩再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大家只是挤棺材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用它原本的这个盒子。讨厌。那今天的这个 Portable Painter 的便携水彩调色的便携水彩颜料盒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好尴尬，因为之前购入这个小的时候它是可以放的，我想说哎，这些可能没有问题吧，没想到问题大了。但是还好我手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固体水彩，到时候看能不能把它放进去，如果能放进去我会把我手边的能放进去的牌子和大家再分享一下，或者是大家如果你有什么可以放得进去的牌子呢，也和欢迎和我来分享。还有记得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帮我长按点赞转发留言哦，对我真的很重要哦。希望它不要赔在我手里，我后面呢可以找到合适它的颜料可以用下去，也不知道有没有帮大家种草或者拔草呢。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下一条影片再见，祝大家平安顺遂，拜拜！记得关注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拜拜！